有咱新的古林委员、办赛后古林委员，啊，加上咱的前古林委员，啊，这个新闻会古林委员，带领着120人，真少真重的团队来参加咱这场，希望讲了朝鲜的这个形象。大家都想讲了，也是咱新的中国公庙的尊严。一个咧边讲，47年来成立，民国47年成立。听到在这边的花香，飘过耳台，印象的美好。咱看到大家都想讲了，最高标来这个尊敬，最高标来这个尊敬。
来来来，七号来来来，欢迎姐，谢谢安子书记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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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目前有四款新的这个会员啊，啊每一间的啊这个相关的啊，我们新的这个员工呢，他们都是从新的这个产品来的，啊不管是这个国家的人民，大家都很高兴，非常的欢迎，非常的欢迎啊，希望他们来大家这个。郑来胜啊，啊，这个感谢真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。啊，我再后面哦，一直吹了，一直吹了，赞啊！谢谢哦，谢谢我们陈主委，谢谢由我们陈主委、赵主委带领着我们大甲都公庙啊，也是在民国四十七年啊，就加入了 啊，成为了 啊我们新竹都公庙的分灵啊，非常的不简单哦、啊，已经超过一甲子的交情啊，非常的不简单。